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见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结婚，选择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生活。在结婚之前，我们都要弄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而不要被别人对幸福的看法影响，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获得幸福。真正的幸福是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，共同生活，并且从心底里感到幸福与快乐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见一件重要的事情。生命重要，那就是结婚。结婚，选择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生活。选择与自己生活。在结婚之前，我们都要弄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结婚之前弄清楚，而不要被别人对幸福的看法影响。而被别人幸福看法影响，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获得幸福。够，能够代替获得幸福。真正的幸福是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，共同生活。真正幸福共同生活，并且从心底里感到幸福与快乐，并且与心底幸福与之前能够代替心底弄清楚，生命与生活获得